我要一条春彩竹。一扇必须的，拿好的，太好了吧？你有一扇吗？这多少钱呢？不贵，几万块钱。太好了，没那么多，没那么多。你这理解的跟我理解的有误。那有多少一扇？你再找一找嘛，我再看看春彩的，五六千口。这刚好。这哪是春彩呀？不古水绿吗？那也不是春彩呀，这边是油菜籽，但这是特色的竹，这哪是春彩呀？这不行。还有没有？这也不像那回事儿啊。啊，再找一找嘛，这万内的就没有吗？哦，新切的。哇，梦幻身材，带种水的，那多少钱呢？你可以的话，到时候一起团了呗。万内给你六百。那是多少钱吧？9999。我谢谢你啊。我卖给别人12800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哎呀，行，商量商量吧，我拿一条呗，你新货这样，你给我拿，我给你打个样，3800给我让一下。4500了，行不行？8000，便宜点儿。我就拿一条，我帮你打个样嘛。你正常来说，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？你都不知道起货啥样吗？我帮你打个样，给你5000吧，5000一条啊，大哥。你看，哎呀，没有色儿。你看你把眼镜摘下来，你看看有色儿吗？没有色儿的。我不戴，在你那玩花眼睛不行。这样吧，一条再加200的，5200了，按你的价了啊。就这条，我帮你打个样，行吧？情况好看，到时候粉丝一起来直播间团，好吧？谢谢你啊，到时候也在家啊，副局长啊。结账，这边。我肯定给你啊，哎呦，我现在就给他，哎呀，真的是，真的结账。玲珑剔透，着色生香，你们心目中的仙女桌是不是这样子的呢？